好，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上一节课啊，我们讨论到贝母刮娄伞，这个贝母刮娄伞的组织症候的病机分析和方义分析以临床应用呢，基本讨论完了。下面呢，我们简要谈谈啊，贝母刮娄伞和外燥症的治法的伤性汤、清燥救肺汤运用上有什么区别？贝母刮娄伞呢是治疗燥寒的一张方，它的侧重点呢是燥邪啊烁津津液形成燥痰，痰呢引起肺气不宣的咳嗽，所以它是以燥痰咳嗽为主症。这个伤性汤呢，是治疗初秋季节的温燥初的时候呢，这种温燥外邪疏表，侵袭肺胃，造成肺气呢咳嗽，所以伤性汤症的症侧重在表症，侧重在呢外邪疏表，而贝母刮娄伞的主症呢，侧重在燥痰咳嗽，这两者区别的地方。至于清燥救肺汤，也是治疗外感温燥的一张常用方。那清燥救肺汤呢，这个症候的特点呢是胃气同病。燥热病温燥病邪侵犯到胃分、紧急气分，所以发热较高，发热较高，同时又气阴两伤，因此呢，清燥救肺汤它既要清宣燥热，又要益气养阴，贝母刮娄散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三个方呢，用当中虽然都和燥有关，也都用了润燥的药。但是重点有所不同了。另一个贝母刮娄散呢，它燥痰，燥要伤人阴经，那它和一些阴虚的方有什么区别呢？虚的方，比如说麦门冬汤、固精汤这类治疗阴虚又涉及其可以上逆的这种咳嗽这个方。表面看起来有类似地方，差别呢还是很大。贝母刮娄伞这个燥气外来的燥气烁津，这种燥痰咳嗽为主，而百合固精汤和麦冬汤呢，它是阴血阴液不足，所以它的治疗是滋阴为主。在临床表现上呢，虚热症，有阴虚发热症，一般舌脉表现上的舌红少苔、脉细数这样，也足以和贝母刮娄散这个明显的区分。这是这个方，在我们讨论它临床应用的基础上呢，各相关的类似方剂进行一个比较了。这个祛痰剂呢，前面我们讨论了三部分：燥湿化痰、清热化痰、润燥化痰。下面第四节呢，寒痰，主要讨论的是由寒性收阴凝滞、寒邪导致液凝聚不布造成的寒痰。所以症寒痰冷饮这一类病症，那用药的特点呢？针对寒痰要温化痰为主，温肺化痰为主。同时呢，辅助以温阳药，什么呢？寒邪伤人阳气，或者之人呢，他对水液水不化气，对水温化力量不足。所以我们在
温肺化痰药的同时呢，往往配伍啊，微要配伍止咳平喘药。作为寒痰内停呢，往往肺为痰之气，可以引起啊肺气失。用止咳平喘药呢，是针对了主要的症状。适当配伍收涩药的意思呢，胃病啊，寒痰内停往往是一种慢性多发作。那久咳之后呢，肺气容易耗，所以适当配伍收敛肺气的药，那可以呢防止肺气过分的耗伤。消化积药呢，是由于饮食停滞，可以转化为痰湿。那这一类阳气不足的病人，阳不足不大对运化那消食方面呢，往往能力不足，所以配伍消食化积药呢，避免饮食水反为食，果反为滞，这是常用的配伍的特点。以温肺化痰药一般呢是为，这是配伍的一些基本的结构。下面呢，我们讨论苓甘五味姜辛。在温肺化痰来说，前面实际上我们学的很多了。前面学到，包括小青龙汤，包括生疏饮，包括姜芪汤，这一方的时候都谈到过寒痰寒饮，都有过治疗寒痰寒饮的内在的结构。这里在温化寒痰节里边呢，主要选了一点代表方，在这个教材呢选了代表方，苓甘姜辛汤和前面的小青龙汤都是张仲景的经方，用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有类似的地方。主治症候来说，它很简单，就寒饮，实际上是治疗寒饮咳嗽的一张基方，一张基础方，反映了温饮的一种基本结构，反映了温化寒饮的结构。那这个寒饮是怎么造成的呢？首先是阳气不足，这里主要指的脾不足，脾阳不足，脾阳不足寒中生，这就内生之寒了，我们称之为虚寒形成之后，不能温液，聚湿成痰，聚湿成痰。那这个临床表现出来，喜吐眼沫了，苔白滑，脉弦滑了，这都有寒饮的一种表现，寒饮表现。那寒饮犯肺呢？肺实宣降，肺实宣降，气降失常，肺气上逆，叫咳嗽。咳嗽，这种咳嗽的特点呢，痰多稀色白，痰多清稀色白，是寒痰的特点。我们前面谈到了，在概述里曾经强调过，五类痰的一个临床表现呢是不同的。燥痰是量多成块，咳出来，一咳一大口，那容易咳出来，那那个湿痰特点，湿聚成痰。那热痰特点呢？咳痰黄稠，咳痰黄稠。前面像贝母刮漏散那种燥痰特点，痰少而黏，甚至于呢会干咳，咳痰湿，甚至于痰中带血，咳上血络。那到寒痰呢，那它就痰是白色的，清晰的，量多的，多清晰色白，这是这个寒饮的一些共同特点，共同。那寒饮阻滞肺，影响胸中气机，可以胸闷，胸闷不舒。这个苓甘五味姜辛
正啊，从他这种胸膈病也好，胸闷不舒服也好，以及咳嗽痰多清啊，舌象的苔白滑，脉弦缓，一看有点啊，可能同学们有点眼熟，跟前面很类似，前面有个小青龙。在解表机里讲到外寒内饮的小青龙汤，那小青龙汤症啊，它外来风寒烁表，内有寒饮，那这个寒饮这部分基本上是苓甘五味姜辛汤症啊，就是个苓甘辛汤症。由于小青龙症不同在于哪里呢？它外有风寒，而且。方出发点呢，是外感风寒实证，那是作为主证的，啊，作为主证的。二也是以麻桂连用、麻桂联合做灸药的。那苓甘五味姜辛汤证呢，没有表证。小青龙汤证这类病人啊，他的身体的基础啊，就有个寒凭的宿病啊。阴体质，一旦感受外寒以后，外寒引动内引，外寒内引之间呀，外寒可以引动内引，内引可以招致外寒。一般啊，天气化了，如果有内引的人，那容易感冒，内引招致外寒。那是感冒病人，有内引的人呢，症状发生剧烈。表里同病，外寒可以引动内引发作。所以小青龙汤症的特点是在苓姜辛汤症的基础上感受了啊外感风寒的表实症。两个方从症候方面一种关系。有些人讲苓甘五味姜辛汤是用于小青龙汤症表症控制以后的。稳定期，啊，稳定期。那些像慢性支气管炎这些没有感冒的，可以平稳平比较平稳，啊，平时可以有咳嗽，有痰，啊，但是呢，一般不喘。但感冒以后呢，咳喘病作了，啊，痰量又多，胸闷啊，这个胀满症状。那外寒引动了，内外相引啊，还可以变活疽。所以苓甘五味姜辛汤症的主治症候、病机、临床表现，这个要和小青龙汤症的内停呢联系起来啊，学习起来学习。通过上面的分析呢，苓甘五味姜辛汤症的主治啊。它主要是寒饮内停，啊，寒引起的咳嗽。那这里我们要强调，寒饮咳嗽可引起喘。因为苓甘五味姜辛汤症强调的是咳嗽，啊，强调的是咳嗽。那前面寒饮有关的，啊，你比如苏子姜其汤，也有咳嗽痰多清稀、胸膈满闷。哎，但是苏子姜辛汤表现出来的呢，它咳喘，咳喘同时呢，啊，它呼多吸少，它肾亏，啊，所以它要用肉桂来这个温肾纳气了。而苓甘五味汤是以咳嗽为主，啊，而所涉及的啊。虚损的脏腑啊，是脾，以脾为主，脾阳不足。一般来说，单用这个方，它没有涉及到肾，脾阳不足。脾阳不足，寒从中生，造成较虚寒，寒性受引凝滞，不能温化呢，湿聚成痰成饮，啊，这样形成的。所以我们在治疗方面就要采取温化的方法。这个方的功用。温肺化饮，啊，温肺化饮，
应该说，这个方反映了这个，含有一种配伍的基本结构、基本技巧。因为中来说，《伤寒论·金匮要略》张仲大量的啊，这个创制了大量的基础方，反映了很多基础病机、基本治法。而且呢，大量被后世很推崇的这种基本配伍啊，基本配伍结构，比如这个方温肺化饮，他考虑这个寒饮内停呢，用干姜、味精可以入脾肺经，干姜可以温化寒饮，擅长寒饮，既能温脾又能温肺了。为君药，用细辛呢，细辛下可以启发肾气，啊，上可以呢，有宣发肺气作用，可以散水气，温散呢，有助于寒饮啊，有增强干姜温化寒饮散啊，这个散作用，茯苓呢。健脾渗湿的，脾为生痰之源，所以在干姜温土上有茯苓健脾呢，体现了一个治本啊，脾为生痰之源，用茯苓来治本。这味药在这个方里呢是个佐药啊，是个佐药，它主要用这个方是收敛肺气的。考虑到这个方里啊，肝脾心都偏于温散，肺气呢正常的以宣降啊，宣降适度，所以我们正常的这个在生理状况，肺脏的气机运动形式，肺气啊宣要宣而有，降要降而有滞。宣不是无限制向外宣发发散吗？宣而有度，降而有滞。所以在干姜细辛的宣发基础位置，适当收敛肺气呢，避免干细辛这类辛散药物散之太过啊，肺气。再加上呢。病人是慢性病，寒饮内停呢不是一两天形成的，往往病程较久，长久咳嗽呢肺气也能耗，所以有一点五味子收敛对于治肺来说，我们现在讨论到苓甘五味姜辛汤，前面讨论小青龙，我们也讨论过像麻黄汤、桂枝汤这些，你看，中极小青发散的时候，麻黄、桂枝连用，它还是要用少药，也要考虑发散不能太过啊，发散不能太过，非常的、照顾到肺脏的生理功能，生理功能啊，靠宣降，宣降的宣发就相当于那个气球，啊。正常的吹的可以很大，缩的可以很小啊，那这两者制约的，所以不能无啊限制，管是心善，我们学习中医啊，这个脏象学呢，有一玄有意，就是说啊，宣发缩降，把两者孤立起来，两者的相互啊宣降阴，宣降相制，相互影响了，这方面考虑的少，像这类方的用理就体会了这个方面，体会了宣肺的同时要敛肺啊，要敛肺，所以五味子啊，在这里呀、在配伍上有它的意义。甘草作为死药，
是考虑到虚寒症内生之寒，阳不足中焦虚寒，内生之寒在治疗的时候用温法的温脾兼补，用干姜和甘草相配，就张仲景《金匮要略》的甘草干姜汤，那相配呢，体现了温补结合，啊，温补结合，所以甘草在这里呢，有补中的作用，补脾胃之气，啊，和干姜相配啊，温补结合，这是一个作用。甘草还有呢，调和药性，调和药性，施全方呢，慢持久发挥作用，啊，缓慢持久发挥作用。这是苓甘五味汤的配伍意义，也就是方剂。这个里边呢，反映了很多基本结构，配伍的一个基本结构啊。譬如茯苓相配，干姜甘草相配，这都啊，干姜茯苓相配有助于这个温化。后世也常用结构，干姜甘草相配呢，在张仲景的甘草干姜汤就是治疗脾肺虚寒、肺阳气不足的一个小的基础啊，反映出这种配伍结构，反映出温补结合，细心五味这些一收啊，一散一连，这也在不但张仲景使用这种结构了，那在后世医家的方里，这种配伍方法沿用也很多啊，也很多。这都是从中要体会的一些基本配伍技巧。那整个这个方的方义分析，我们归纳一下配伍的点呢：温散并行的，温化和散水饮这个是结合的啊，开合相济，开合相济就是说。你既散又敛，既散又敛，散肺脏宣发的特点，敛啊宣而有度，不是发散太过，脾肺同治，标本兼顾，是使得这个方既有啊针对了中焦虚寒啊，中焦虚寒脾胃。咳痰是圆的，又针对了咳痰咳嗽痰多清晰的肺的这种脾肺同治啊，标本兼顾呢，既有温补的力量，又呢有化痰作用，所以呢，这是都双向调节了啊，双向调节，这是它的配伍特点，温散并行啊，开合相济啊。脾肺同治呢，标本兼顾。至于苓甘五味姜辛汤和小青龙汤比较呢，我们前面曾经提到啊，曾经提到了，一个是小青龙汤还兼外感风寒表实症啊，第二个呢，小青龙汤正临床表现呢，由于外邪引动内引呢，这种水饮的泛滥的引动不拘的可能性大得多啊。小青龙汤正反映出来引动不拘啊，水饮啊，在外邪引动下呢，不但作咳可以作喘，苓甘五味相应汤呢以咳嗽为主啊，它这个症候啊以咳嗽为主，这两者是不同的。在我们临床上一般用小青龙汤解表化饮，把咳喘基本控制了，表症啊，解除了，回过来平时治疗中呢，在这种咳喘发作啊，我发作期控制了，在稳定期呢，一般是用苓甘五味姜辛汤为主，啊，再结合一些健脾益气的方来调理，两者的关系呢是这样的啊，对于这一寒饮咳喘，平时调理非常重要，不等于说是。咳喘发作一控制不咳喘了，你治疗停止了啊，是咳
更重要的是在稳定期，稳定期呢策动治本，像苓甘为姜心汤啊，可以和像这个啊四君子类的四君子汤类的，根据病人的体质的啊特点了，四君子类的或者五味一功散啦啊，或者香砂六君子啦，甚至于生灵白术散啦，这结合起来呢，作为这种寒饮咳喘在稳定期平时啊平时治疗的一种方法，这个这是苓甘五味姜心汤的这个配伍特点和小青龙汤这种关系了。临床应用的我们使用的基本依据，也就是辨证要点，使用最基本的依据是因为它以咳嗽为主，咳嗽和从痰上来辨，痰多稀白，痰多清晰色白了，舌苔白滑，脉象弦滑，弦滑是反映寒饮的量大，寒饮量大啊，这是它的使用最基本的依据。辨证要点是由主证加上佐证构成，一般啊，在临床随症加减呢，针对侧重不同的情况可以加味。这个比如痰多了啊，这咳嗽痰多清晰，胸膈满闷，同时引起胃气上逆，可以加半夏啊，像呕吐，这在临床上很多。为什么呢？因为脾胃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肺中痰多啊，肺胃呢气机是同向的，气机都是以合降下行为顺的，相互影响的，手太阴肺经是出于肺，环循胃口下落大肠，直接通于胃啊，所以肺气上逆往往引动胃气上逆，这临床上很多，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了啊。你比如说那些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患者，冬天发作咳喘的时候，肺气上逆啊，但咳到最后，咳喘到最后，总是以干呕几声而告终啊。那肺气上逆往往引起胃气上逆，这是经常有的啊。反过来呢，胃气上逆也可以引起肺气上逆。你比如呕吐的患者啊，呕吐停止了，气喘还在进行啊，还要过一段才平息，那说明呢就是说胃气上逆也可以引起肺气上逆啊，肺胃都是合降下行为顺啊，逆则俱逆啊，相互影响。所以如果说痰多引起呕吐，恶心呕吐同时出现，加半夏啊，加半夏。如咳嗽，我们讲这个原方是指咳嗽为主，那就要增加啊降气的力量，在这个方里呢叫杏仁啊，可以杏仁降肺气啊，当然这个方里也可以加苏子，加苏子降气啊，作用更好。厚朴呢可以宽胸，因为痰多咳喘厉害，胸膈满闷就较重了。这类病人的基础呢是一种脾胃阳虚，阳虚不化，那脾虚之人呢，由于啊运化乏力呢，往往可以饮食减少啊，饮食减少继而出现一种脾虚的气虚见证，气虚见证就是我们讲到的前面四君子汤症的这一类表现。那出现这种情况呢，那这个方加人参白术啊，人参白术陈皮实际上就套了个五味一功散在里边啊，套了个五味一功散在里边，这个价位可以灵活的。所以这个方呢在临床是个常用方，又是一个治疗寒饮的一种基础方，又是治疗寒饮的基础方。
在使用当中要注意呢，它是治疗寒饮咳嗽的，所以阴虚咳嗽啊，或者肺燥啊，啊，或者引起了肺络损伤、出血这些、啊，这个方偏于温燥都不能使用，啊，这个是对苓甘五味姜辛汤临床运用的这个情况了。这个苓甘五味姜辛汤呢，下面有一个方。叫三子养心汤，啊，三子养心汤。这个三子养心汤呢，历来过去教材都说把它划分为二类方，啊，我们现在教材呢，划为三类方，啊，但是由于它这个常用方，常用的小的一个基础方啊，经过加减化裁呢，用起来可以很灵活。效果不错，也很有名。三子养心汤，我们做个重点的提示，重点提示。大纲上是作为三类方呢，啊，在全书里边只选少部分大纲上的要求啊，这个作为重点提示了。三子养心汤啊，顾名思义，用三个子：苏子、莱菔子、白芥子三个子。啊，它主治什么呢？简单的说，老人中虚，啊，食少痰多，咳喘啊。老人中虚，中虚指的脾胃虚，咳喘，食少痰多。所以三个药，临床三个症，啊，三个药三个症，都适用于老年人，所以三子养心呢。那从病机来讲呢，病机来讲，它是一种痰多啊，这个痰是寒痰，寒痰，寒痰阻滞气机，导致了肺气伤逆咳喘，所以咳喘啊，痰多，痰多的原因呢，脾虚造成。脾虚运化乏力，运化乏力呢，当然运化水谷也就没有力量，因此饮食同时会减少。啊，那大家一看就说，那这个方消食的、降气的、化痰的，看来都有了，啊，这个都有了。那你说脾虚怎么没有补脾的药呢？这个方的。主治症候是指啊，用于啊，老人中虚咳喘，食少痰多啊，这是治标的，咳喘发作的时候使用的，啊，所以本着接着治标的思想，设立的这张小方子，啊，所以它不是一种治本的，它根本的呢，脾的运化。啊，障碍以后，饮食减少，同时呢，水反为湿，果反为滞，产生这个，寒痰，痰阻气机，造成咳喘。所以这个方啊，三个药呢，分别的降气、化痰、消食，降气、化痰、消食。用苏子呢，擅长于降气平喘。治疗咳喘，苏子也能温化寒痰，啊，用白芥子化痰，白芥子性温，能温化寒痰，化痰力较强。莱菔子呢，用消导消食。所以对于这种咳喘痰多、饮食难消，非常适合三个药。这是它组成的基本这种。啊，结构了。运用的话，临床上应该说呢，是用于啊，这个疾病发作期。也就是说，它是接着治标的方，啊，接着治标的方。一旦咳喘痰多，饮食难消，有所控制，回过来就要标本兼顾啊，特别是靠啊，益气健脾呀。啊，要用这些药了，所以我们重点呢，提示一下啊，
这个苏子姜其汤的这个这个三子养心汤的啊临床的运用情况了啊。因为三子养心汤三味药毕竟呢是以消为主的啊，以消为主的，没有多少这个补的力量，而这症候呢是由脾虚不运为基础的，所以它是在客喘痰多饮食难消啊，这个以治标为主了啊，客喘痰多饮食难消作为一个种主要矛盾的时候呢，临时使用，等到症状缓解啊，回过头来标本兼顾啊，那就要治本为主了啊，这是三次养清汤。那可能有的同学要问到三次养清汤它降气平喘用苏子，降气平喘力量很好啊，是喘客，为什么不放在理气机呢？理气机里面一个降气，过去有些学员经常问到这个了，分类上这个由于这个啊三子养心汤的一个组织，它的咳喘主要是痰多造成的啊，痰多造成的，而这三味药虽然治疗有侧重呢，实际上是三味药都有化痰作用，苏子也能化寒痰，白芥子我们刚才讲了化痰力量是比较强的啊，化痰力量是比较强的，莱菔子消食也有化痰作用，所以呢把这个方放在啊祛痰剂，祛痰力量较强的。但也有些学员呢，因为方剂学到最后了，前面学了很多方了啊，那就说你这个方里啊，莱菔子的消食，老人中虚饮食减少饮食不消，这个方有消食作用，为什么不放在消导剂呢？后面一句消导消食导致啊，那当然消食导致这一点在这个方里呢比起化痰来说还是次要的啊，还是次要的，尽管消食是很重要的，饮食不消的话呢，饮食不能啊正常的变成水过精液啊，水过转化为人体有用的精微，反而水反为湿，果反为滞，反而成为痰湿，成为病理产物啊，所以消食消导是很重要，用莱菔子啊，但是全方整个来说呢是消除啊，消除寒痰，消除这个病理产物为主的啊，要进行这个啊这个说明了。这是我们讨论到这个灵肝炜姜心汤和后面重点提示了三子养心汤，在祛痰剂呢最后一节有个化痰泄风啊，化痰泄风，化痰泄风用于内风夹痰症，内风夹痰症在主方用药方面呢用泄风药为主，因为这是个内风啊，内经常讲诸风调旋皆属于肝，风气呢通于肝，所以把内风都归到肝风的范围啊，都归到肝风的范围，所以这个化痰泄风泄的内风用药呢平肝泄风药为主，再和化痰药相结合，由于痰的形成呢，因为这个风啊是夹痰了，痰的形成呢跟脾湿健运有关，所以要健脾祛湿啊，那杜绝生痰之源了，这是它的一个用药的一个基本结构。至于这里面的一个方呢，我们教材选了啊半夏白术天麻汤，后面有定简汤，根据教学大纲安排呢，半夏白术天麻汤是我们要讲的正方啊，定简汤是三类方作为自学的啊内容，半夏白术天麻汤是一类方重点方啊，这个
我们休息一下，再接着讨论。